火海也勇敢闯一遭，大案有高招，嘿嘿，小案心思巧，不管地多厚，不管天多高，前路在我心中，哪怕风雨摇。公道公道是做官之道，不论你官大还是官小，厚道厚道是做人之道，平常心让你没烦恼。公道公道是做官之道，青天艳阳高高照，厚道厚道是做人之道，世人随风我你朝。公道公道是做官之道，不论你官在我来的时候，就有一条无形的绳索，它在我的脖子上和宋世杰的手上，我每天都被他拉着走啊。记得我跟你说过一句话，我说世间路难行，其实不是世间路难行，是我自己选错了路。说不定连我自己也选了一条错的路。真的很抱歉啊，以前我还天天嘲笑你，说你杀不了人，其实现在才发现杀一个人真的很难。算了，大家都是说说而已，可惜没有宋世杰那样的好口才。不过你就打算这样走了？我真的就这样走了？难道还要人把我抬出去啊？那莫里士呢？当日他拦路申冤，今日他还有冤未诉，你是不是应该和他说声对不起呢？哎呀，拿钱拿钱！哎，挣赢钱，别拍肩膀啊！哎，快开快开！师傅，赢了就不认师傅喽？哪有这回事啊？赢钱的时候拍肩膀，忌讳的嘛。打赏？哎，师傅，谢谢宋老师，谢谢。舍不得，左手来右手去，这就是你的人生啊！走啊！哇，你上吊啊！我岂不是又作孽了？宋世杰，哎，你这个坏蛋！喂，打死！喂，哎，干嘛当我师父是仇人呢？我师父这次没有在公堂上颠倒是非，是那个陆小凤不敢斩，没天理的应该是他呀！哎呀，没天理！啊，师父，你真是的，弄得人家哭哭啼啼的。莫佑胜找你帮忙的时候，已经向你承认当时是他一时冲动失手打死张大通的，你还帮他呀？哼，莫佑胜是死定了，我告诉你，但在他死之前让那个陆小鸡玩一玩，我又可以玩一玩那个陆小鸡，何乐而不为啊？哇，师父就是师父啊，水平真是太高了，利用全孤的案件打击陆小凤，然后呢，师父你再走到他的面前跟他说我在玩你啊傻小子，接着再告诉他莫佑胜是真正的杀人凶手，他一定不信的。他当然不信了，还不止这样呢，等到朝廷追究下来，我心情好的话就多玩他一次，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宋世杰这个坏蛋！大人，你玩我是吧？玩我啊！人命关天，好玩吗？大人，放开我！哎哎，干嘛？我打他为什么不让啊？好，打他！你说的，爹爹，哎，对，其实根本与你无关，是我自己太笨。莫里士，跟我回衙门走。还不追你的心肝去啊？
辛苦你了，这次。哎，别提了。师傅，有一件事我不太明白啊，你费了这么大心思以全孤作饵，摆明了是要陆小鸡永不翻身，干嘛现在你又放过他呢？不然又如何？难道放过孟游生吗？他以前掐着你的脖子把你当小鸡，你能咽得下这口气吗？哦，师傅原来是想帮徒弟报仇。哦，用心良苦啊，师傅。喂，不过故意让别人偷听到的办法似乎弱了点。戏好就行了。戏是好，但是有点夸张啊。今天我心情不好，我被很多女人烦死了。女人？什么女人？总之引火上身了，别问了。哎，去哪儿啊？去看大夫啊，我都快死了，那不剩下你们三大壮士了。哦，哎，公孙先生，辞官的事先帮你编啊，升堂升堂升堂。这份批文都说不辞官了，先放着。喂，这份批文是全姑的。全姑？啊，是啊，上头已经批准全姑还乡了。真的？啊，大人那么快就知道了，没事升什么堂啊？不是，马上行刑，监斩莫老爷。斩！全姑，虽然这个公道来迟了点，但迟到总比不到好。你以后可以抬起头来做人了。恭喜你，全姑，你已经重获自由。陆大人会亲自送你走的。啊，全姑啊，过去的事情。就让他过去吧。嗯。希望这件衣服你会喜欢。各位，我陆某真的不敢以青天自居啊，我只是希望这世上再多出一片青天，我只是希望这世上再多一片青天。说得好。全姑请。全姑，十年淋雨物是人非，是会有点不习惯的。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，不妨跟我们直说。如果你觉得回乡下触景生情，只要你不嫌弃的，我可以带你回凤海镇，清茶淡饭，我可以照顾你一生的。全姑，起来起来！哎呀，快起来！不要这样，快起来！多谢。哎呀，哎，全姑会说话了，全姑会说话了呀！哎，全姑可以说话了。哎呀，风吹而叶动，叶动而风生，天地万物皆循环有序，环环相扣。但今天好像一点风都没有。哎呀，啊，宋壮师，你告诉我。为什么壮师和当官的会是天生的宿敌？为什么？壮师跟官呢，只不过是名称和职位不同，一切只是人的问题。啊，陆大人，你说有两句话要对我说，麻烦你快点说啊！宋某的时间是很宝贵的。嗯，我只是想弄清楚，你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？已经摆明了吗？不见得吧。那好，你捉弄我。那你就是敌人，
但是最后你又帮了我一个大忙。宋壮士，你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我不明白。其实说真的，那天如果不是我偷听了你在莫里世家中的对话，我还真不敢斩莫由盛。可是你怎么会那么凑巧去了莫里世家呢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本来就是你设计好的。我早说这办法太弱了，哎，一眼就被你给看穿了。哼，喂，你怎么知道我会去找莫里士呢？哦，一个人又随和又肯花钱，到哪儿都有朋友，哼，衙门也不例外。哦，啊，宋壮士真是有心人呢、啊、交那么多朋友又在衙门里安排人，就是为了帮我啊。哼，我为什么要跟你说？好，我陆小凤愿意为宋壮师扇扇。哦，好像还不太够啊。啊啊！头再低一点。好，不耻下问嘛。嗯。啊，来来来来来来。我告诉你，好多官呢，要斩一个人就像斩一条狗那么容易，但你要斩一个人，就像斩你爹那么难。当然，换个角度来说，你是连一条人命都不敢去承担。不过，你始终是把一个人当做一个人。陆某不敢以好官自居，只求不当贪官就行了。何谓好官？不要再跟我说什么好官监官了，官就是官，百姓官，父母官，很多人一当了官就不当官是官，于是这个世上就出现了监官两个字，也侮辱了官这个字。你呀，整天的把好官好官这两个字挂在嘴边，其实呢，你根本就是只想着自己，并非百姓，你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做官。我看你还是回家好好想想清楚吧，小子。宋书记，虽然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我们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，不过多谢你的指教。嗯，多谢什么？你又怎么知道我现在不是在玩你啊？我只不过是觉得你挺好玩，把你留下当做玩具慢慢玩。你当我是玩具？哎，宋师姐，啊！我告诉你，我陆小凤是玩具，但你玩法越多，我学的就越快。哼，到时候看谁玩谁，到时候就不是你放不过我，而是我放不过你了。哎呀，惨了，我这次又放虎归山了！哇哇哇！我呸！四宋师姐，我还给你扇扇子，我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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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，脏了我的手。是来飞飞楼找工作的吧？漂亮的，敢在我面前提飞飞楼，你一定是新来的吧？你是？给我拆！啊，来人呐！砸场子了！快来人呐！来砸场子！我才走呢！谁有胆子过来，我让你们死全家！世杰的妹妹宋菲菲，红利本呢？让他给我出来！搞什么？谁找我呀？
哎呦，老板呐、啊，哎呦，你快给我做主啊！啊！哦，哎，原来是菲菲姑娘啊，不见一阵子又漂亮了很多呀。哎，你就是菲菲，老板。看你的丑样子啊，你也叫菲菲，人家也叫菲菲，你娘是怎么生你的？给我拉进去！饶命啊，老板！你这个贱人，你就不怕天收你？没错，连老天都不敢收我的，不服气？哼，天不收你，有人收你。你怎么才来呀、啊？开场我已经帮你开好了，就等你来收场了。哎呀，人家才开张就收场啊！我哥让你把这么大的招牌留着挂上，不就是等着我亲手回来拆吗？谢谢哥哥。那你拆的开不开心呢？好开心啊！哦，哎，你们两个也不要嘀嘀咕咕的啦。其实呢，这块烂招牌呀、啊，我早就不想要了。你们两个知不知道为什么呀？整个县都知道你妹妹没人要，这样的命我用她的名字来做招牌太不吉利了。哎，不过呢，这样啊，她这么喜欢拆人家招牌，我要是不挂上，你又怎么有的拆呢？随便了，我里面有大把的，我挂一个你拆一个，我再挂一个你又拆一个，我又挂一个你不服气啊？你敢挂一块我就拆一块。哎呀，妹妹啊，拆股好玩，拆招牌有什么好玩的？怎么也要给人家留条后路。嗯，哦，我怕给他留后路，你是要他全家都死啊？哎呀，你为什么这么看你哥哥？正所谓呢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当他的老婆当他的儿子已经够可怜的了，还要受他的牵连，给他条路走走，就给他一条死路，好不好啊？嗯，好。宋世杰，我知道你有本事，所以在用菲菲两个字之前，我已经请人仔细的查过了。从皇太极到当今的皇上，甚至连宫中的嫔妃都没有人用过这个菲字啊。哎，我没有犯讳哦，你咬不了我的。只不过你当着这么多的人指使你的妹妹拆我的招牌，嘿，如果告上官府啊，呵呵呵，你猜你们两个兄妹会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告上官府啊，能不能领奖我不知道，但是你肯定会被凌迟处死或者剖腹挖心呐。你吓我，我洪立本从小吓大的，我的胆子啊比你的脑袋还要大呀。那可要挖出来看一看喽。红颜，你读书少我不怪你，我告诉你啊，忌讳里面呢，除了国会还有圣人会，不过最被人疏忽的是家会啊。就像你这么贱的人，红眼，你也是有家人的，也是有娘的。那你知不知道你娘的乳名是什么呢？我看你一定不知道，谁叫你命贱啊？你三岁克死你爹，四岁克死你娘，你娘头七还没过，就连你外婆也被克死了。喂，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我的事？摸清你的底细，对我宋世杰来说太容易了。连你爷爷的爷爷是卖猪的，卖过多少只猪我都知道。那你究竟想不想知道你娘的乳名是什么？是小飞呀、啊，就是你招牌上的小飞飞呀、啊。哇！哦，原来洪立本拿自己娘亲的乳名来开妓院啊！啊，妹妹，你知不知道，视自己的娘亲为妓女者，乃大逆不道，按大清律例，属十恶不赦，不过罪不当诛。还记住，这意思不是说不应该斩头，斩头太便宜你了。菲菲啊，红爷说他的胆怎么着来着？他说他的胆比你的头还大。哦，那就一定要挖出来看一下喽，比我的头还大，多好看啊！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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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拿来当球具比较好一点。红爷，你知道我很疼这妹妹的，这你也敢玩？那就劳烦你快点挂上招牌，我陪你到衙门上再玩下去，怎么样？现在才知道得罪了你的娘亲小菲菲了。哦，乖
来。算你们兄妹有种。不过我现在又改变主意了，我用金矿把它给镶起来，每天烧柱香，拜完我娘，再拜你妹妹耶。我的命比你的硬，你可不说。飞飞，我娘，娘子娘，娘你来了，哦，我好想你啊，宝贝娘。还是你乖，不像有些人看见我就想看见鬼一样。娘，不要只记得这些。啊，招牌在那里啊。别跳了，小心啊，别摔了自己啊。别跳了，别跳了。真能干呐，我原来还想让人把它烧了，现在省下了，一家团聚。哦，儿子，我们可以回家吃饭去了。好啊。回来了。你们想不想我啊？哎，我这几天啊都没有偷懒，每天都特别用心的练功。哎，你们什么时候把绣中剑交给我呀？最好也教我点轻功，这样我下次再拆人家招牌的时候就不用找人帮我架梯子了，我自己去。小姐，你的房间已经收拾好了。好，我去看看。你们两个听着，准备西柚叶给小姐洗澡吧。是，夫人。嗯，在青楼面前站着会沾脏气回来的。娘，喝口茶吧，刚才说了那么多的话。啊，好啊。哎，菲菲啊，娘明天就带你去做几件新衣裳，买点胭脂水粉，打扮打扮。不用了，娘，扮给谁看呢？对呀，没约好人，给谁看呢？看什么？相亲呢。啊，哎，对了，我立刻叫你媒婆来。啊，娘，太阳都已经下山了。媒婆也都已经休息了，他敢，我叫他来他就得来。娘，菲菲他刚刚回来，你看他那个样子，又黑又瘦，送都没有人要，等你把他养得白白胖胖的再拿出去卖，那才值钱。哎呀哥，啊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事实而已啊，要不然马上把你挂出去卖了。你哥说的也对呀，那不替你找，替你哥也得找啊，一样叫媒婆来呀。娘，你还对我哥不死心呐？我哥这个人呐，唉，他臭名远播，这广东谁不认识他这副臭德行呢？他这张嘴呢，强词夺理，还咄咄逼人，娘根本不会有人愿意嫁给他。您呐，白费心机。喂，给我点面子吧。我说的是事实。好了，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两个在做戏呀？总而言之，我说今天就今天，没得讲。再推三推四，我就家法伺候。啊，好，娘，不是说长幼有序吗？哥一日不娶，我就一日不嫁。哦，你不仁我也不义啊，我跟你同归于尽了。娘，男人呢，只要有钱，还怕没有老婆吗？女孩子可不一样，青春有限。娘，他先。哎，你们两个别吵了。儿子，你不是说有个心上人吗？把名字说出来，我立刻找媒婆给你提亲去。啊，哥，你有？没有，别说心上人，连心上鬼都没有啊！娘，你想事情想得太多，想傻了。现在我们有很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去做呢。哎呦，什么比你们兄妹的终身大事还要紧呢？明天就是爹的死忌。爹的死忌。我们去提亲，让别人知道了的话呢，我们就是当今最不慈不孝的家庭啊。哎呀，吵得我什么都忘记了。哎呀，行了，我去安排一下啊，你放心。啊，我也去忙了。哎呀，我也该上柱香给老爷认个错了。哎呀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，不都是说你吗？木有圣诞的事不全讲了。什么？全讲了。那也不是啊。总之呢，就是说你怎么聪明，怎么听话，怎么为民除害，大快人心啊。还是老爹你疼我哦。不是，谁说我疼你啊？我疼你娘啊！如果让他知道自己生了一个没用的儿子，在阴间里啊，也笑不出来的。我已经将你们两个不肯成亲的事一五一十跟你们爹说了，看你们整天都不肯听我的话，看看今天晚上你爹会不会托梦给你们。你们两个就做梦等着你爹骂吧。说你呢，说你呢，说你，说你，说你。
娘，你不是说要求一盏长明灯吗？我陪你去啊。嗯，你这个死丫头，岔开话题比你哥还狡猾呢，极度狡猾。哎呀，走了。哎呀，我们来求一盏长明灯啊。哇，这一盏。兔眼金鱼，排骨精。哎，娘，今天是爹的忌日，不要跟你吵啊。爹就是娘的忌日，不要跟他吵，忍一忍啊。不吵，我一定不吵。忍忍，我一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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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忍忍。妙珠、啊，妙珠、啊，啊啊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把灯给我抱起来，抱起来。哎，我这多少钱啊？哎，这多少我都给你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不急不急，哎呦，男女授受不亲啊！我喂，哎，你为什么推我们大人？你这臭小子，嗯，想占我女儿便宜，我要告官！喂，哎，我儿子就是官呐，你要告他呀，笨！我这，我就是连官都要告，有本事上京城去告啊，把你鞋都走烂呐，笨！我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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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呸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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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干什么？你这么大声跟我爹说话干什么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宋世杰的妹妹对吧？你很凶吗？你连人家招牌都有胆子拆呀、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不怕你啊，小兔子。你说什么呢？娘，长明灯求哪盏不都一样吗？你就让给他们。爹生前也教过我们，能让则让，谦厚待人的吗？不行，你爹生前对我恩重如山，情深似海。他为了和我成亲，和家里人都闹翻了。我已经不可以跟他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同年同月同日死。我已经内疚了很久。如果连这盏长明灯都不能为他买下，我怎么向你爹交代？好了好了，卖珠宝的那个小兔子，大不了让给你们吧，谁让我们是男人呢，对吧爹？哎，行了，让给他们啊。不行啊，你娘下嫁给我，不嫌我穷，不嫌我丑，同甘共苦，还生下了你，一天幸福都没有想过就过世了，我已经对不起你娘了。今天是她的忌日，还要被这个排骨精欺负，你叫我情何以堪？怎么对得起你的娘，我的爱妻呀、啊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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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别人说情深，你也说情深，你不要在这里演戏了。哎呀，好了，他都哭了。你知不知道啊？我对爱妻的情谊犹如黄河之水，绵绵不绝。如果我是在做戏，叫我天打五雷轰。娘，你看他都哭成那个样子，不如让给他们吧，我们改日再为爹求啊。真看不出来，他对他老婆也不错，也算是情种一个。但是那个是你爹。等一等，苗柱，像这么大的还有几盏啊、哦？这么大的还有好几盏呢，就是没摆出来。啊！你怎么咋说啊？哎，你明知道我是官，你还敢这么说？不怕我治你的罪呀、啊？去拿、啊，我马上去拿。哎，你快去呀、啊！好了，这个问题解决了。嗯，娘，行了，你们就一人让一步吧。好了，这盏就让给他吧。免得这个兔眼金鱼没法跟他夫人交代，搞得自杀可就不好了。自杀是不会，可不管怎么说，还是要谢谢你啊。哎，对呀、啊，爹，你别说啊，他比他哥强多了。哎，喂，不许说我哥坏话，小心我揍你。哇，你很厉害吗？哎，你哥呢？宋壮士，天气是不是很热呀？你有点头晕吧？本来是啊，看到展护卫立刻清凉了。谢谢你遵守承诺，放陆大人一马。何足挂齿，举手之劳而已。我这个人呢，喜欢直接。你什么时候娶我？真的很直接啊。这么直接，你喜欢吗？非常喜欢。那你什么时候娶我？定了日子就娶啊。哇，今天天真好热。你怕了？我怕热啊，当然怕热啊。讨个女人回去可是一辈子的事啊。啊，你要是跟我宋世杰一辈子，就是一辈子守活寡啊。无所谓的，如果你真的把我娶了回去，老天又没有长眼，你长命百岁，死来死去的死不了的话，那我才有的守呢。说你到底什么时候娶我？
就是这个什么时候的问题了。我们那天是怎么约定的？要是你肯放过陆大人，我就嫁给你。说得对，那我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娶你啊？没有。就是嘛，我娶我会娶，不过没有说什么时候娶，可以十年后，可以二十年后，可以一百年后。如果我死来死去都死不了的话，我一定会娶。好啊，不过你也得记住，我们已有婚约在先，我是正室，你要是一天不娶我过门呢，就一天不能纳妾，知道吗？哎呀，竟然不分胜负啊！是我赢了半招才对啊。好好好好好。哥，哥，你在这儿啊？耶，这位好脸熟啊。人生何处不相逢，你好宋夫人。娘，路人甲而已，不用理他。娘，我突然很想爹啊，我们进去拜神了，走啊。路人甲失礼。你明明就是，哥哥经常跟你说不要跟陌生的男人说话，尤其是美男子啊，没良心的，走吧。哎呀哥，你怎么这么奇怪呀？我又不是今天才奇怪的，哎，走了，爹等着呢。哎，张护卫，我问你啊，你刚才去哪儿偷懒了啊？我可没有偷懒，我刚才是去帮你，也帮我自己报个仇。报仇？你有没有搞错？有没有带着剑？你报什么仇啊？不用剑也可以的，唇枪舌剑，知不知道啊？哎呦，很聪明啊，很厉害的嘛。你打我，很厉害吗？很聪明，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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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跑什么呀？你好厉害吗？你不要跑吗？哎，干什么？游乐场啊！你们都在这儿听僵尸啊！快点出去给我拉客！快去拉客啊！都快一点啊！给我激烈一点啊！哎呦，不要生气呀，红爷！生什么气呀？生什么气啊？我现在不生气，我是不甘心呐！不懂装懂，岂有此理！搞得我一塌糊涂的。那个宋世杰还真不是好惹的。我是说宋世杰吧，我是说陆小鸡呀。办好心帮那个哑婆子，搞得我少了一件货倒不要紧啊，没人让我出气，这才气人呢。千万不要啊，红爷，俗话说你不跟官争啊。我是说陆小鸡吗？我现在说的是宋世杰啊。哎呀，你这么蠢呐、你这么蠢怎么做我的老鸨呢？老爷，哎，有人求见。丁康拜见表舅。你找我什么？我娘亲丁香氏是舅舅您的表妹，这次外甥做生意路过，娘千叮万嘱叫我一定要前来探望。我想起来了啊，哎呀，我好好的有什么可探望的呀？等我死了以后再来拜吧。哎，对了，我还记得两年前你媳妇儿跟别人私奔了。不是，是我娘子跳花轿走了。跳花轿不就是私奔吗？他为什么不去跳河呢？哦，对了，表舅，刚才我好像看到……咱们是亲戚，老实的说，你是路过呢，还是来投靠啊？是路过，来看望表舅的。哦，那还好点啊。老鸨，随便找间房给他啊，95折。还有啊，如果他要是找姑娘呢，没有折，打给他的。哎，表舅，表舅，走吧，走。老爷今晚是不是有心事啊？是啊，想跟你聊聊天喽。哎，你和展护卫平时谈得来是吧？有关案子的话，还挺谈得来的。哦，你觉得他为人怎么样？老爷是想从男人的角度问吧？是这个意思。有头脑，有身手，长得也漂亮。哎呀，可惜啊，她一个女孩子家居然喜欢舞刀弄枪。没坏处的，少爷有个会武功的老婆做贴身保镖挺好的。宋世杰不也一样有自在和飞花这两个丫鬟吗？很安全的。有道理，听了先生一句话，心头大石一放下。好，最重要的呢是他们两个要有缘分，要合得来才行啊。好啊好啊。哇，还有啊，展护卫呢孑然一身呢，无依无靠，就算他们两个不在一起呢，我也会把他当做女儿一样的啊。落花有意，
不知流水是否无情呢？你有没有好的办法帮我撮合撮合啊？啊，老爷，不如我们给他们两个创造一个机会，出去转转，游山玩水，培养一下感情。哎呀，还是你有办法呀！游山玩水啊，果然是个好办法。我就不相信不能够把他们两个人撮合到一起去。哎呀，儿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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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儿子！哎呀，儿子，儿子，儿子，宝贝儿子！一如兄啊，这么有空啊，来坐，来来来来，喝茶喝茶。哎，谢谢。哎呀，不喝茶呀。哎呀，你看看你呀，这么憔悴呀，哇，这么劳累啊，哎呀，身体都不好了吧？哎，我看呢，不如这样啊，我来出钱，你呢出去游游山，玩玩水，扑扑蝶，轻松一下，好不好？喂，一如兄啊，坐呀！哎，坐就坐，干嘛？哎，一如兄啊，你知不知道，你最近是越来越烦呢？嗯嗯，你呀、啊，赶紧带这些东西从我的房间出去，谢谢啊。不行啊，这些钱呢是专门拿来给你用的，你要不要啊？你要的话我要给你，你不要呢我也会给你，那我数三声啊，如果你要的话那就要回答我，一二三。我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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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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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战户呀，想不想出去游山玩水呀、啊？和你吗？啊，不是啊，我是想问你呢，你想和谁去呀、啊？啊啊啊啊啊啊啊！参见大人，战护卫，外面有人要见你。这么晚？喂，这么晚还有人找你，仇家太多了吧？哼，那战护卫。哎呀，怎么这么不凑巧啊，真是太监急死了，皇帝还不急啊，哎呀，急死我了，急死我了，急死我了。宋二小姐竟然登门造访区区一个路人甲，我真是不敢当啊。难怪梅龙县上至80岁的阿婆，下至8岁的小丫头都对展护卫这么着迷，展护卫果然一表人才啊！我知道你一眼就看出来我是个女的，说找我干什么？哈，我听说啊，你和我哥哥定了亲，我哥这个人的眼光呢一向是很不错的，但是谈婚论嫁还是头一遭。既然我已经快要做小姑了，那我自然应该亲自过来看清楚一点。有劳二小姐你费心了。你们既没有父母之命，又没有媒妁之言，你就敢和我哥哥私定终身？哦，我明白了，如果能够顺利地嫁到我们宋家呢，那自然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哼，你当然应该快刀斩乱麻了。这可是宋壮师开口在先，我却只不恭而已。哎，夜长梦多，打铁趁热嘛，小姑我答应你了，来，生辰八字给我。要来干什么？嗯，这个通常要人的生辰八字有两个用途，第一打小人，第二呢就是做媒人。你既然都问我哥哥什么时候迎娶你，那你还不赶快把生辰八字交给我，让我帮你看看合不合，不然的话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信口开河呀？说到信口开河，展某怎么能和令兄比呢？他竟然能在公堂之上，众目睽睽之下口若悬河，出口伤人，甚至含血喷人，恶意重伤。哼，展某这是望尘莫及呀、啊！你果然口齿伶俐呀、啊，和我哥相比还真差不了多少。那你以后做了我大嫂，我就让我哥哥教你两句，缩短一下两个人的距离吧。哎呀，那你应该让你哥亲自来问我的生辰八字，你平白无故的夹在当中，怎么能够缩短距离呀、啊？做女人，你的确是不够含蓄呀。嗯，二小姐也真是直截了当啊。我总算明白，我这个哥哥为什么会喜欢你了。如果我是男人，我也会对二小姐神魂颠倒。生辰八字呢？等等，怎么了？这么着急？是不是着急跟我回家过门啊？我是看你人挺好的，不像你哥哥那么坏，
所以多嘴几句。你回去告诉他，不要多行不义，会有报应的。哼，你放心吧，我哥不会那么轻易死的。他怎么舍得要你这么漂亮的老婆守寡？他肯，我都不肯。不用送了。展荣，哎，哎，站住，站住，展荣，让我进去，哎，不能让我进去。是他，一定是他。哎呀，为什么那些女人一说到成亲就像冤鬼一样烦呢？那边有个老的还没有烦完，这边呢又来了个年轻的。笑。知不知道谁能驱鬼辟邪，叫回来帮帮忙啊？啊，哥，我到处找你，原来你躲在这儿啊！哎呀，快躲到棺材里去了。那到时候有没有儿子帮你送棺材上山啊？啊，现在都当我是玩具啊，人人都能玩是吗？哥，我没有，我是帮你争口气回来。妈，这是路人甲的生辰八字。刚才啊，我特意去衙门，我去逼他，结果我逼得他不得不把生辰八字交给我。那他害怕吗？那当然。疼死你了！帮我找个庙祝，看看他的生辰八字有什么最怕的，替我买一大堆回来。这一般都是夫人做的。别傻了，哥，这个路人甲的生辰八字一定是假的。不过他让我告诉你。以后啊，不要再做亏心事，不然会有报应的。哎，哥，我希望他能做我大嫂。你信不信我去河里抓只癞蛤蟆来做我的妹夫啊？哎呦，刚才谁叫谁大嫂了？听说还拿了他的生辰八字给庙祝去合了一下。哎，菲菲呀，你最乖了，快点告诉娘，你是不是真的见过你未来的大嫂了？我当然见过了，而且啊，长得特别漂亮。真的？哎呦，真是祖宗保佑啊，我们宋家这下有望开枝散叶了。娘，这下你就安心了吧。好多烦人鬼，有没有人认识钟馗啊？干什么？你不是要出去避一避风头吗？随时可以准备出发了。我们会跟夫人说你出去游山玩水去了。风头火势的避下也好。你也是的，少爷，玩得这么大，把自己也扯进去了。一会儿展护卫、夫人和二小姐来逼婚，到时候啊，我们俩想帮你都帮不上了。他们三个，我们两个，斗不过他们的。为什么他们两个是女人？你们两个也是女人，你们就这么讨人喜欢啊？快点收拾一下，天一亮我就起床，我现在先睡觉了。是少爷。